现在起床心情都很好。你就姐姐不起来，你就来叫床。那叫你一下就起来，我叫你那么久都不起来。你看，小王突然牙齿出血，不知道怎么了，明天带你去看医生。哦，等一下，等，等等等，给我。放开，进去。发现这么棒，吃完了啊！好，等我，等我。闹事到底是怎样？哇，很好吃吗？吃完有点累，透气很凉。哎哎，过来，不要再给我咬它了。他应该是知道他那是他的床哎，几乎做这事情。你好忙，熊，你有翅膀了。龙虾给他，他好像很喜欢。这本来是猫玩的，里面有猫草，但是狗也可以玩。猫脚不能像海豹在嚼龙虾。咬龙虾咬到睡着吗？可行吗？好好吃哦！哦，哦，这嚼劲绝啊！啊不，啊不，哦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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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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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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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在开心什么？你看那是什么东西？你在害怕吗？好奇它，自己吓自己，终于靠近了。嘿，你们两个好可爱哟！嗯，好球。哈哈。猫都会有点这样啊。哎呀，我是在摸绒呀。在装那个玫瑰的床，猫玩的他也喜欢。不觉得好玩吗？对啊，不是要给你玩的。你太过分了。做空中瑜伽还带他，这小王怎么那么乖啊？他默默的就跟你在那边这样，他很自在。交朋友，交朋友。你的姿势很奇怪。你刚有没有尿尿在这里？有没有？我问你有没有尿尿在那边？你给我抬腿做什么？啊！走开！走开！你给我进去！你给我进去！进去！进去 ，please！ 你不要再给我装可爱了。你骗我没养过狗吗？我新袜子啊，阿妈你耶！明明就有一口了，你到底要干嘛？你在帮他宠物美容？好看呀！发生什么事了？现在很无奈，你怎么可以皮成这样？我来，我帮你弄。每次被骂就跑进你的尿盆，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你看倒下是怎样？你这样有用吗？你现在是怎样？你不要在尿盆里面跟我撒娇，看起来更欠揍。尿尿在这里哦，知道吗？不要在这边乱来了哦，你不要再装宝宝喽，知道了吗？他跟那两个很像，人家喜欢玩对，逗狗棒。你家真的是动物园，动物园到处都是。你那边一直闻人家屁股，小熊，你不要一直烦人家，人家被人家废，我跟你讲，废了。小汪，你在做什么？他觉得很好玩。好来。
刚弹到你吓到，对不对？趁我不注意，就是你。趁我不注意又咬，然后被骂就倒尿盆，你不觉得这样子很脏吗？出来，才刚刚被骂完，还躺得那么速洗，过分。他就每天都笑，想要咬里面的东西，假装咬旁边。好啊，我就看你什么时候要偷偷摸摸。嗯，被我抓到，被抓到哦，还给我继续咬哦。到底为什么要一直吃我吸油面纸？嗯。什么？你在做什么？哎，不要咬我那个东西，放开，放开！等，这不是吃的，不是花。No， 闻闻看，不可以，不行，吃的，你闻就好，闻。不是，不行，不能 ，no， 不行，是。我就过敏了。然后再去吧。就是看起来没你动，还好，还好，没有症状就好。我们家担心死。超级大皮蛋，皮的要命啊！我说，棒哦，三年都没有玩，是不是？他为什么可以跟你的手玩那么久？他超爱交朋友，前小旺还天不怕地不怕。你不要在人家身上抬腿，笑死人了。等一下，他还可以藏在里面，好酷。想说我很友善啊，我明明就很友善，竟然会躲在那边，会怕但又不怕。哎呦，你咬那么长的都是，你要去哪？好啦，没有不让你咬啦，现在是有点兴奋当中，最近真的很爱磨蹭人，明天就要被结扎了啦。好的，我要带你去结扎了。他一月八号生的，现在8个月大，每天遭遇的要死，还一直磨蹭我，又毛又湿的，有种会起鸡皮的疙瘩的感觉。手术之前要进食12小时，他现在很饿。你这个铲屎官，怎么还不给我吃东西？是不是？12点半带他去看医生，先检查他状况。然后因为他的乳牙掉得比较慢，看要不要结扎的时候顺便拔掉他的乳牙，他就不会磨牙磨得那么不舒服。不然他真的是吼，很爱给我发脾气，直接到处乱尿尿给我们看。不管了，我们去拿尿你蛋蛋。他现在能出门就很兴奋。刚刚我助理超好笑的，他说让我来看看他身为猛男的最后一眼。你回来之后应该就会成为成熟的大叔吧？白痴哎、欸！好了，我们到了。他本来就在这边看医生，有点胡思乱想哎。他随便人家弄哎、欸，只要让我们进去了。医生说他的手太细了，结果抽大腿又抽不太到很多血，然后就又抽了两边。一开始没有叫，是到后来抽比较久才哎叫。勇敢的小家伙，是委屈的，是委屈。他是有哪里有剃毛吗？附近。哦、oh, ，OK， 其他地方就没有了。可能会待会去泡芙马林啦、啊，老公应该知道他的痛。止痛消炎。好了，他很无奈，乖，没事吼，他一切都很 OK。我们回去吃罐头、哦。医生说他术后一周都要吃罐头比较好。不然因为吃药的关系，他有可能会人尿或者是人便便，所以要让他吃罐头有水分。他很可怜的呀。他手术前哀的跟什么一样，然后手术之后就超安静的。他蛋蛋在这。你干嘛看人家蛋蛋呢、啊？他本来问我要不要带回来、欸，他带回来吃吗？他蛋蛋被拿掉了。不见了，没力气，对不对？我们吃东西，买了一些罐头给他。我看一下，我们今天吃鸡肉起司，你看他超无奈的。但是我还有另外加1000块帮他打那个，让他不会这么痛的，对他应该是好一点。来，我们现在吃饭。
饿了，真的很饿，因为从昨天晚上十二点到现在都没吃，整个塞在里面了。还有，你怎么走了一下？我想要吃东西。为什么你要这么靠近小熊啊？他想说你干嘛一直靠近他？好，来了。医生说罐头是一个半，但我怎么觉得他好像可以吃两个？太饿，吃的太快，果然是不舒服。很多人会泡福马林观赏，这太残忍了吧？那不是更哀伤吗？我要喂他吃药。你还不知道这是什么，对不对？这是糖浆啊。加油，我不该笑你，但是对不起，我觉得我好笑。Sorry。帮你捡起来，你就不用吃了。不要乱吃东西。果然又给我乱尿尿，手术后第一泡尿超黄的，自己知道在这边还给我乱尿，你通通了不起啊？啊！你现在是怎样？不要再把下颚弄出来了。买新的回来了，希望不要再被你弄掉了。舔伤口很危险。好啦，可怜欸，蛮可爱的，花朵太大可以拆掉，可爱。小型犬就是比较怕太容易脱落。你看他的脸，来轻松一下。没事。应该要这样吧。小鼠爱哦，什么？一朵花。至少他可以睡觉，这样靠着比较舒服。在这超无奈的。哎呀，你很可爱哦。去找爸爸。我从后面看到蛋美的，好哀伤。你好可爱，走到哪就要跟到哪。吃东西也好像吃的比较好，乖。隔了两天，你终于大便了。你恢复的算很快了，很快就生龙活虎了。你这样也还蛮可爱的。你真是好萌哦，小熊。来，不行，诱惑你。头头这样卡好像有点舒服。来了，倒下模式，准备开始。你可以有点矜持吗？你好梦幻哦。又倒下。我在楼下生气。好吧。假动作。很开心的公公，我还是爱你的，好不好，公公？等我很久，是不是？蹲下，再站起来，再蹲下。你要哪一边？每天睡一觉都好久不见，对不对？等一下，你看，你这边蛋蛋拿掉还可以这样，今天要拆线，恢复的吗？结痂。一直很想要过去。到底在闻什么？这只猫感觉也很像狗哎。好，看完了，医生说很好笑。一般的狗狗呢，手术之后都会躺个好几天，它是第二天就完全没事，然后蹦蹦跳跳，第三天那边到处冲。伤口就是因为你的好动，有一个地方稍微有一点点裂，一切都很 OK， 只是太平，再隔两天才可以去洗澡。这个东西不能硬咬过来，给我追，我骂你，然后你就。倒在我怀里是什么意思？这么爱咬，贴在你身上，我现在就看你怎么办。你刚刚不是很爱咬吗？很无奈吧？最后装可怜，什么都知道，那还故意，对不对？又在笑，你这个小家伙，换了一个新的，这新的有点坏，这个也蛮可爱的啦。哎呦，可以拆掉，这好好笑。咬成这样哈，到底是要吃还是要玩啊？真的很傻笑，你是小宝宝吗？啊，这到底是什么大法？怎么会打成这样？洗完澡冰约克夏了。不能算了。现在才知道狗狗的肉垫它也会脱皮，四个肉垫都有。你为什么会想到要咬那个？来，给我，你好棒！不要去哪，不要做什么。你吃很多了，在你身上享受就对了。你看我摸你，
每天都很爱跟他玩呢，他好像也习惯这样子。鸡腿最好吃了，对不对？一直舔舌头，这样睡觉好可爱。被你发现我在偷看你，给我撒什么娇啦？你想玩，然后又不给我。小小王，看着我，小小王，你为什么咬碗就犹豫不想看我？嗯，还想要这次是不是？来，出来了哦，坐下，趴下。好，可以。大早上那边把尿布垫都弄出来，然后现在吐，哦，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。你哦，那边给我吃黏土，夸张哎，刚吃的整个满嘴都是。上不来吗？小旺来啊！哎呦，爱的我一直是。你现在每天都要摇碗给我就对了，是不是？你干嘛默默在那边？这很可爱呢，你。你到底要摇着你的碗做什么？你一定要这样吗？家庭园就从隔离开。哎，你吃到什么了？每天都这样呢，你。昨天半夜弄的到处都是，还弄一大颗到这个上面，我不知道你怎么弄到上面的，然后现在你又弄到身上，你到底是怎么把那个大便弄到身上了？我不是很理解你耶。勇往直前。要不要了？无限列车是不是？小王。